嗨，我系 Leslie 啊，你好嘛？唔知你有冇呢个情形出现过呢？无论你做咩事情都好啊，譬如做老板嘅，梗系想运筹帷幄，开拓事业噶嘛；或者打工仔啊，梗系想力争上游，升职加薪噶啦嘛；又或者系做家庭主妇啊，梗系想照顾家人，头头是道噶嘛。不过有时，都会做做下，唔知点解会突然之间系真系好攰，唔知点解会失去咗动力，又或者啊遇着一啲樽颈位啊，真系冇办法啦，焗住停晒落嚟。我哋需要嘅有时已经唔系身边爱锡你嘅人叫一声加油啊咁简单，真系需要重拾当中嘅激情，只有激情先至可以唤醒我哋心中嘅巨人。繼續努力向前啦，永遠向前，永不停步。曾經喺 Soul Radio 主持電台節目當中訪問一位癌症病人康復者，都係 Beyond 粉絲。佢話俾我哋聽一個最好嘅治療方法，除咗定時定候食藥之外咧，就係、是、聽佢哋嘅歌，聽 Beyond 嘅歌。除咗慢歌之外咧，原來好多快歌。佢話就算內容係唔同佢無關都好啊，但係咧，竟然有一種由谷底之中咧扯翻佢上嚟，強而有力嘅感覺，令到你不再孤單，重新振作對抗翻病魔。呢、這個訪問應該得我同埋啲聽眾非常之大。原來佢哋嘅音樂，Beyond 嘅音樂，唔單止與時並進，更加係永永遠遠同我哋同心同行。到呢一刻，我问你啊，你需唔需要激情啊？不如我哋一齐去激情一下，好唔好啊？